Hey， 酷爆生日快乐！今年是酷爆的第17个年头。我记得有我记忆以来，我也跟酷爆相处了17个年头。从我最小的年轻的时候，就跟着酷爆也成长，然后随着酷爆这个流行趋势，去做了很多研究。那在大概前7年吧，我开设了这个 Flow 这个选品店。然后把各国不同的东西引进到我自己的引进到台湾来，到我店里面卖。那这7年酷爆也给我们很多的新的资讯跟新的帮助。那我也希望可以有更多200期可以再帮助台湾流行在台湾做更不一样的事情。那当然我自己的店也会在近期做一个很大的更动。尤其是对美国流行的东西，会给大家提供个不一样、更不一样的 flow。谢谢大家，酷爆生日快乐！